假期日常嘅读者，你哋好啊！我系 Joyce 郑欣宜。咪先，跳住舞唱歌 ？No， 我唔会答呢个咁可恶嘅问题噶。Anson Hui，Alfred Lau，Oh my God，Stop it！Mira Star，Ciara， 哦，萧维景 ，Sorry。最喜爱歌曲 by 最喜爱女歌手，我会揀我新碟 Joyce the World 入面嘅一首歌，叫做《最难行的路》，如自贬先有捷径，让我兜最大那个圈，也拒绝折冲。我觉得呢一句歌词黄伟文先生系送紧俾我嘅，佢一定系。好錫我，同埋好留意我，同埋同意我嘅對人生嘅做法，佢先至會寫呢一句歌詞送俾我唱。咁亦都係一個提醒啦，勿忘自己嘅初衷啦，同埋去堅持自己相信嘅東西咯。我唔特別覺得我喺2021年裏面進步得特別多嘅，但係我覺得2021年裏面我會想同鄭欣宜講嘅係。你要懂得去感恩和感激你身边的所有人和得到的所有机会，因为你遇到这些人，他们相信你，他们给机会你，你才有得发挥你自己想发挥的东西。新年我最喜欢吃的是 Robert Go， 我真的很喜欢吃萝卜糕，我想我可以一个人吃一底，但是呢有一种吃法是比较古怪的，咁就係點醃汁食咯，唔知點解我由細到大，我哋全家人都食蘿蔔糕係點醃汁食噶，咁大家嚇荒謬，梗係唔會啦。You gotta respect the rubber go， 甜醬唔係又話腸粉先係點甜醬嘅啫，係咪啊？嚇點甜醬蘿蔔糕，辣醬就似啲，睇嚟我真係無辣不歡。新一年裏面有很多 choice， 我個人真的比較好動一點，我很難坐定定的，所以可能會是想在跳舞各方面我希望可以進步的。我在2022年給自己的挑戰就是要保持我的初心，同埋要不斷咁樣去學習同埋進步自己咯。我覺得呢個唔單止係2022年嘅一個目標或者願望，係我一生人裏面要 keep 住，直至到我70、80、90歲嘅時候都要保持住嘅一個心態。祝虎年身體健康，笑口常開，哈哈哈哈哈哈。